耳朵在哪里呀？耳朵，宝宝的耳朵在哪里？嗯，耳朵呢？那是头呢？耳朵在哪里呢？看，耳朵在这里呢。嘴巴在哪里呢？嘴巴。哦，找到嘴巴了，好棒棒呢。那宝宝的手手呢？哦，这是手手啊，哇，好棒棒啊。拍拍手。那拍拍手，嗯，给妈妈飞吻，给妈妈飞吻。你看怎么着？嗯，哦，你也要自己擦擦呀，宝贝贝。那你的眼睛在哪里呀？宝宝的眼睛这里，这是眼睛，两只眼睛。有个湿湿的，这个呢。